的智慧的功德，看到被杀的这些动物，也升起了悲心啊，自他一体的同理心，去转化超度他。那对两面你要开始练习，但是最怕一种东西叫不管他。我们的念头啊，有善念、恶念跟无忌念。善念是好的，恶念是不好的。还有一种叫无忌，无忌是说你也没有起好，没有起不好，那这样也不行，这也是个浪费。所以你还是要把它转成一个好的，因为你看到这个花很漂亮，嗡啊嗡，希望这个花上供下施。你看到一个山、一个水、一个景，马上呢融入于你的功德，诸佛菩萨的功德，把这个美的东西呢让别人看到。很多人要花很多钱，可以才可以坐船到阿拉斯加，对不对？哇，那时候要花二十几万呢，才可以去看冰山呢啊。但是你要把这个你看到影片也好，就供养上供下施啊。所以我们呢一直说菩萨戒是心戒，这个心里面要保持这种对众生的祝福啊，对三宝的祈愿，对受苦众生的悲心。那每天你面对二十个人、三十个人、五十个人，每天你面对这么多人、这么多境界，那这些境界都是你转嗡菩提金刚木德巴达亚米，就是你要随时用菩提心去接受这个。我想就算你很爱你的儿子，他妈你马上就抱他，然后就亲他，然后就灌牛奶啊，擦屁股，因为你一直对他很好。所以就像母狗看到小狗一直舔一直舔一直舔这样而已啊。所以那当然我们修菩萨道就是希望去对人事物都是用这种，因为佛陀讲了爱慈悲可以超越一切，可以净化一切。就像佛陀用爱慈悲普度了众生，用爱慈悲度了魔王度了魔女一样啊，超越一切。这就是说我们要用符合菩提心。那为了要菩提心怎么样圆满，各位一定要读诵大乘经典。以后人家问你你是谁的儿子，你要错了，世间我是某某人儿子啊，但是在三宝我是佛陀的儿子，不然你老爸听了还很伤心。像我爸爸问我说，那你们出家为什么不要改姓呢？你为什么不姓黄呢？他就不高兴了，对不对？那少了一个子孙呢啊。所以我就跟他解释了，我说这个释迦牟尼佛爱的是所有众生，包括我们家祖先啊，一切一切，那我们要去爱护所有众生呢，戒的功德不可思议。特别各位受的是菩萨戒，菩萨戒不分在家出家，只要你有菩提心，然后呢，那这个菩提心的力量，你菩提心越圆满，佛力越圆满，就是加持越大吧，那就可以布施给众生啊。因为古时候出家人拿什么一大堆咒语的，他们就是他们的戒衣在这个树上给他绑一下，那个地方有灾难，那个地方有火灾，那个地方有杀被杀的人，他就他的衣服抽一条线绑在那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就吉祥啊。所以因为他们持戒的功德，何况是菩萨戒的功德是如此。你只要一个念头，包括睡觉，睡觉是不是个念头啊？因为你受了菩萨戒，睡醒要干嘛？而且帮助众生。吃饱要干嘛？帮助众生。去修行要干嘛？帮助众生。所以你穿得漂亮一点，你吃好一点，因为要去帮助众生，了解吗？你想的就是说，如果你任何一个念头都在想了如何维持菩提心，那你这个念头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利益众生，就是这个意思了。比如说当然就像我讲过午不食，过午不食是个解脱的戒律，很好。但是今天我为了要度对方，对方叫我去吃饭，我如果配合吃饭这一个钟头的时间给他表达一些佛法，那这样这个念头去陪他吃饭功德大不大？可大了啊！这个是因为你只要符合菩提心，所以各位呢，菩提心一发，超越三业六道，乃至呢超过了三乘。他们讲声闻缘觉菩萨，因为他走入佛乘，超越六道，所以我想
啊，受菩萨戒的人具足菩提心，一个念头就有这么大的功德。那当然菩萨戒必须具足佛教的两个命脉，慈悲与智慧啊，所以悲智圆满，那就成佛了。就像古时候有一个小沙弥，他服侍他的师父罗汉，那小沙弥在前面背着包包跟老和罗汉，这个小沙弥想想，哎呀，我师父叫我要发菩提心了、啊、这个发菩提心很伟大，利益众生了、啊、这个时候赶快罗汉赶快把他的东西拿过来，来来来，我来替你背，位担衣钵，哎，你走前面啊，我替你让路而行，很伟大。后来这个小沙弥走一走，嗯，那个发菩提心要割眼睛，我看算了。然后那个罗汉丢下去，掉边啊，他就说你退转了，因为罗汉至少有他心通嘛。所以我想各位走在路上碰到任何人，心里想嗡啊嗡，我把功德给你，希望你将来成佛。虽然你不认识他啊，一花一草一木一个水啊，我为你念大悲心的嗡嘛呢叭咪吽。反正你有时间就念长一点，然后你走到哪里就一直升起这个菩提心。有人供养满阎浮提，不是光，不是光地球，哎，整个法界也好，满阎浮提大阿罗汉代表正的四果阿罗汉呢。各位功德大不大？今天现场所有人都是出家人，受了出家戒，那不如一个发菩提心的在家女菩萨，小菩萨，只要你有一念菩提心。我们受了菩萨戒，我们关心的是整个法界世界所有众生，你有这个想法，虽然我们没有这个能力，但是有这个想法，念一下当愿众生。所以各位以后吃饭也好，当愿众生有饭吃，当愿众生穿衣服，当愿众生不生病啊！你虽然生病了，你要吃药，要吞下去之前，当愿众生都不生病啊啊！然后就这样吃药，那这样你这个功德力太大了。什么叫菩萨戒？普度所有众生，没有一个众生不是我心中的父母众生，我都希望所有的众生都离苦。所以我师父常给我说，一受菩萨戒啊，你这辈子杀了几万人呢、啊？你这辈子卖了多少毒品呢、啊？你一受了菩萨戒呢，如阳光一样，就把强烈的阳光，哪怕再大的冰山雪块，全部融化掉。再来是什么？你这辈子受了菩萨戒，犯戒破戒。一个人没受戒，还是小乘戒破戒，他犯轻戒啊，下地狱还比你久。为什么？受了菩萨戒的人，你就算下地狱也做地狱王，了解吗？你就算做畜生也做畜生王，这样。你就算去做鬼，我告诉你，做什么？鬼王。因为你受了菩萨戒啊，你还有鬼死一大堆哦，来帮你啊，就是这样。而且呢，而且受了机会。受苦的机会少，比丘戒也是如此。你受了比丘戒，破了戒，那很快下去，嘣一下又上来。那何况是菩萨戒呢？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来怀孕呐、啊，那所有的龙天护法都来守护他，守护摩耶夫人啊。你摩耶夫人走到哪里，谁都驱除病苦。那在古时候最大的河，在中国就是长河了。你的这些长江。都能够变酥肉啊，变成牛奶的精华，变大地为黄金，相不相信？一定要这样念哦。所以你看那个大地，嗡啊轰的变黄金，然后就观想给这些众生啊，让他们离苦。所以用菩提心来点灯，点灯祈愿，我用菩提心，就像我们出生在极乐世界，叫莲花藏海，然后呢，你就可以证得空性法性身，然后呢，永不退转的去利益众生。所以你已经受了菩萨戒体，不管无论如何怎么轮回，这个戒体都还在。那我们经常要拜八十八佛啊，或跪下来反省忏悔，看哪里不圆满。所以受了菩萨戒，初一十五最好诵戒，那这一本后面也有诵戒，然后我们要忏悔，看哪一条不圆满。既然各位升起一个想利益众生乃至善根来受戒，所以各位是不是未来佛？你是，众生都是，蟑螂蚂蚁也是啊，众生皆有佛性嘛。那特别你受戒了，那这个佛性就开始发挥了啊，开始会引导你的正念了，不要退转。我老实说，在家还不容易退转，反正就这样修。出家有时候啊，很容易退转，他还是出家，但是他已经退转成恶乘了，自己修行啊，在山里面弄个小精舍啊，喜欢打坐啊，看看经典。
但是呢，他没有度众生的动力了啊。所以各位要经常升起，我怎么帮助众生？怎么帮助众生？老师说呢，你会读《阿弥陀经》《地藏经》《药师经》，你已经跑遍台湾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跑不完了，跑不完了。你光去弘扬这几部经典的内容，已经是功德太大了。因为一般在家人根本没办法懂太多，也没有机会去看啊。所以要念念不去心，发菩提心以后不离开菩提心。那不离开菩提心，就是不离开关心众生的大悲心，不离开成佛的精进。万一你做一做，哦，很累了，我不想做了，就像我现在就想回去睡觉了，这样啊，所以啊，刚才上台就想要上厕所了，一直憋，公司计划好，你们穿袈裟，啪啪啪啪啪，干嘛去？啊，但是那个不是退转，那个就是好，就是继续努力啊，所以不要想说。哎呀，我就自己打坐，我自己念佛，我自己就是在那边修佛法了，满足佛法。我自己来读什么经，我自己来做什么。然后他失去了悲心啊，他只想要达到一个目标，那就不是菩萨了。所以应当增进，慎勿懈退。所以我师父常跟我说，众生第一，你的事情最后，反正有时间，佛菩萨会安排时间给你去做，对不对？众生第一，你不要说我现在读经，你干嘛叫我去扫地？扫地可以成佛吗？擦桌子可以成佛吗？读经典还可以成佛啊？那很多有这种思想，我也看得出来。那我师父常有说，他们这个做法不见得正确，你小心哦啊！因为眼前有什么事情要你去帮忙，能够利益一个众生，利益一个老人都好，你就尽量去做。你不要说找一个理由，我要干嘛，我要干嘛啊？因为一离开大悲菩提心，就当然他有理由，我做这个是为了成佛。问题是现前有众生要你帮忙，你已经放弃他了，你所做的都是魔障啊！所以佛陀说不舍弃众生，但是你虽然努力做，还要安住空性。念一下，不舍众生，思维空性啊！虽然你不舍众生没有错，一直帮忙，但是你做完还要放下啊！不能执着我做的多做的少，做的多做的少。所以这一点要注意。所以常常有人会说，师父我已经念10万遍了，哇，这傲慢主了又来了，他会觉得说我比别人高一点点啊，来享受别人的喝彩，这个是不需要的啊。佛菩萨不可思议，佛菩萨要我们相信这个世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，唯有慈悲，这样就好了。所以反正就生命就变成一种悲心，一种承担，这样就好了。然后我们等一下先做完这个回向，然后就要做消灾，趁现在金弓抢抢棍，好不好啊？等一下下去搞不好又起烦恼了，所以现在赶快把功德回向消灾，回向拔度。那我想这四句话最好各位都能够，不管什么功德都是要上报四重恩，父母祖先，所有众生，所有国家领导，这些社会影响力者，所有三宝，下去种种的痛苦，特别是三恶道苦，乃至愿法界所有众生最后都一起圆满佛陀的功德。佛陀叫一切种子，所以叫同源种子。那同源种子以这个发愿信念来带着大众念佛啊，希望大家以菩萨界的功德追求上品上升，好不好？不是喜欢高，而是喜欢赶快趁愿再来啊，能够安住在空性，趁愿再来，马上能够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，要这样来发愿。电视台的存在代表佛陀的教法及慈悲，让大众能够感受到。感谢各位收看生命电视台，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。护持账号：1996-5232，1996-5232，户名：生命文化基金会。